所以那今年打算去美国，打算去多久？我一般就去了一两个星期最多了。一两个星期。对，因为我觉得那里，因为它是沙漠的一个城市，对，很干，很干。然后呢，你到那边，一般我每次都会流鼻血。然后呢，对，这生活方面就是每天都是打比赛，打比赛，打比赛。对，每天十二个小时。对，就觉得应该。就是如果你要喜欢一般的生活的话，那跑到 Vegas 是挺难受的。我这是订了51天的房间，51天的 Airbnb， 长期抗战。I was gonna raise. I smell it. What's the next level? Wow. Big. 100, 200. Big cage jump. Very big. Is it okay or you think we should jump 10K next time? I think the structure's been great. Yeah? Yeah. Anything that you think need changes the structure, let me know. Okay. Yeah, make it better and better if possible. Hiya, such a nice hand. A7 suited? It's it. Oh. It's it.I like ace it. Me too. Not as much as I, apparently not as much as I love ace jack. Yeah. Ace jack's my new favorite hand. Shit. 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20 people, about 30 people. There are a few Malaysians. Malaysians are Ivan and Ace Jack, right? Golo.孙沙才来打，哦，我哋有嘅。So good. Out of position, give me the 666 every time. Six. Make it easy. Yeah. Easy is fine. Yes. It's the hard spots that aren't. Actually, because 短排比赛办的并不是这么的多。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他们在一对一的模式跟状况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情形，因为跟我们一般的长排感觉不太一样，因为他的 limp 可是 limp 很多，可是他的 iso 隔离的 raise 却非常少，因为双方都会想要看到这个 flop。头发这边有一个上下的一个卡顺，那我觉得 Jason Quinn 这边要选择下注式的抢下的底池，而且如果 River 如果他没有中的话，我猜他也会继续下注。这个八九蛮难跟的，来，现在如果假设开一张 K 啊，或是什么叠牌之类的，就算 Quinn 可能会做一个 bluff， 可是在这边就蛮难 bluff， 因为这边对手其实在跟住转牌的时候，其实会蛮有可能有 J 的 range 在里面。
那对 Pofa 来说，他应该遇到的 Check 应该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他的 Run Run 的两队在这边有很好的开牌价值。Ace nine. One more bet. Looks like I have Jack two, huh? No seven. Good. Easy. Easy. It's 1-2 now. 那我们现在盲注升为10万、20万，有吗？对。对哈、哦，10万、20万。十万。哎呀 ，so many six out of position. Oh no, let him raise. Ray, he said all in, right? 哎呀 ，I feel good。那锦标赛里面，这盲注会不停的往上涨，那也是可以让比赛打完的原因。所以都还有，还有五十个 ante。100个前注，50个底注。Oh, long time since I have a good hand. Yeah, still a long time since you've had a good hand. Good starting hand. Exactly.How many sixes? Our position. Okay, carry on. Just don't do my our position. Let's give the tail. They handicap me, I play in position.在这个冗长的 hands up 的期间，Serena， 你今年有什么计划呢？有要去下一站，我们应该是去蒙地卡罗嘛的 EPT。对，我是先去 APPT 首尔站。啊，对，所以那我应该也会去 APPT 首尔，对。然后呢，去玩密室逃脱，然后去蒙地卡罗。啊，接着我实际上是在路上有大概五个月的时间。都是在路上旅行、解说、打牌。We can change next time. Yeah, I think we have to change next time. Can bet one ante? Yeah, because heads up, minimum bet's half pot. Maybe undo heads up. Yeah, I mean at least that. Yeah. 韩国 APPT 也会过去，然后顺便在韩国玩一下吧。然后在韩国之前，会先在台湾打我们 J88 比赛。然后韩国，然后韩国回台湾，再去蒙地卡罗，然后我们再黑山，然后再去美国。哇，就一飞就飞到七月中了。对啊，你也是在路上很多时间。对啊。那在这里开啊，我们有看一下翻牌后 K 圈八，啊，在这里 Queen 他是中了底，对。那我们的 Pofa 这边，S High 还是有一点点的 Showdown Value 了。那，如果要偷这边，我觉得可以 Bet。那你要 Check， 我觉得也是无所谓。那 Jason Kun 在有位置的状况之下，是不会弃掉他手上那一对。我来看一下 River。头发这边应该要下注，不然就等于是投降。
我觉得这边下一个50万的 bet 是不错的。那上次我们也看见 Paul Fua 在河牌做了一个投机，那的确让 Jason Kuhn 弃了他的底牌。啊，他在这边下注50万筹码，50万筹码，然后顺利的拿下底池，表现非常不错。嗯 ，Paul Fua 的一对一的能力比我预期的好非常多，哎。嗯，你在觉得他有可能会放弃的情况下，他会下注。对。As hot as possible。那这 Paul Fua 好像非常喜欢喝热茶，越热越好。那这里他拿到了一对勾，那在这边 Jason Kuhn 拿到不错的牌，也是圈九同花的牌。那现在两个人筹码都蛮接近的，1280万对到1100万。好，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120万的底池。那这里发出来的是 A87 的牌，那在这个牌面，我觉得 Paul Fua 应该还是要选择一个下注是不错的，可是他 check。那这里转牌给玩家们都带来可以增加牌力的，就是转牌。这边呢，我们看见 Paul Fua 他是拿到了三条勾。然后在这里 ，Jason Kuhn 他是有买花和买顺的面。我的一个蛮大的下注，在120万里面下注了90万。这边只选择了跟注，没有做一个加注的动作。我们底池来到300万 ，River 来一张6，我们的 Jason Kuhn 中了一个顺子。那我觉得这边 Jason Kuhn 是可以主动下注的，因为在这个六发出来，对手如果有很多牌都会选择在后手位 check，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100万1/3的价值下注 ，induce 对手 bluff 吗？或者是我觉得这边应该是下注会比较好了。那 size 的话，我可能要看一下自己的策略是怎么样。哇，这里他下了一个买 pot 的注，几乎打一个买 pot。 我们看见在河牌的时候是300万的底池，那这里 Kuhn 选择下注240万。那这边我觉得 Paul Fua 这边是有可能会跟注的。那他在读对方是哪些组合？ Queen， 他在读对手是 Q10 黑桃 Miss 这样子。对，或者 K10 的黑桃。对，因为如果假设我相信 Jason Kuhn 掉出这张6还没有9，可能也是会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 JJ 应该是要跟的，就是你可以 bluff 我没有关系，可是我不会放弃我的三条，因为三条还是太大。那我觉得，这个六是卡顺的六出来，我觉得 JJ 应该是一个抵抗的一个范围。My ten， 那他也担心到19的牌 ，K 十的牌。Ace ten，
有 A 十，他在想对方是哪些组合，他可以打败哪些组合，哪些组合他是暂时落后的。Queen ten lonely spades. Eight nine. Oh. Two, four, five, six, seven. 这边勾勾应该是要跟住的。Nine queen. Spades. So sick. 哎呀 ，that is sick. 2.4. 那我觉得 Pofa 这一把也算是有点冤家牌了。2.4. 因为对手的确有九的组合，并不是说太多，因为毕竟是卡顺。所以如果你要有卡顺的状况之下，你可能要有你可能要花的卡顺才有办法再转牌选择跟住，如果纯卡顺是跟不了，那当然就算 Queen 也是会有九十的组合，只不过 JJ 去抵抗这个 River的下注我觉得是必须的，因为 Jason Queen 你们之前有看过他有很多的一些没有修开牌价值的 bluff，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 call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Set of jacks. Ah, a bit low hands. You might like turn 10 jack into a bluff too. I don't know. No. Probably not. No. Queen 10, King 10 or spade? Yeah. Check. Okay. 好，现在我们的筹码的比拉开了，现在已经超过了1:2的筹码，决胜坤的筹码已经到了1670万 ，Pofa 只有760万。Can you call on the flop? Yeah, I'd have got him back. Yeah, big bet I wouldn't. Yeah. I got bet big, Jackson. Yeah, how could you bet big? 我看到一点是这些职业玩家。他们非常诚实的会回答这些问题，就说哦，如果我下注多少，你会怎样？你会 1.2 million in the pot， 你还会不会 call？ 对他们都非常诚实的会回答。I didn't bet. You bet have to bet at least maybe 400, 500, 1.4.这里两家都有选择跟牌 check， 那看见这边 A 作为五的情况下 ，Pofa 他是可以买两，哦，不是两头顺，他是可以买顺的机会。机会对，这边任何九是给 Pofa 带来的顺。啊，转牌这边 Queen 他是拿了一个对圈，那他现在的牌力是 AA 圈圈，七角是 K。下注了20万，顺利拿下底池。我们现在聊天是刚刚对大家对刚刚那一手牌感觉还是有一些不太了解，因为短牌的2345是被拿掉的，那所以 Ace 是可以拿来当五来用，在短牌规则里面，所以6789A 就等于是56789的意思了，其实就跟在一般在正常玩的时候 A2345 意思是一样的。Save money. I mean,
Yeah. I don't know what to do after that. It's okay.那我们的破发现在筹码剩下70个 NT。那这边 Queen 跟住20万的积分牌 K 勾，然后呢 Pot Four 这边有选择加注到60万的积分牌，也是一个5-5开的牌。那这里 Pot Four 跟住了 K7 20万的积分牌，然后呢 Queen 选择过牌。那这个面上是 Queen， 他是可以买卡顺，任何10可以给他带来顺。这边 Pot Four 如果 check 的话，我相信 Jason Queen 应该是会主动下注的。然后呢这边 Pot Four 如果出来一个5的话，6的话，6他也是可以买到顺。啊，这个转牌给 Pot Four 带来了一对 K， 让这对 K 让他，我觉得就是变得可以一个 check call 的范围，因为你有一些摊牌价值，额外你又可以买下面的顺子。那我们的 Jason Queen 他只有一个 Q high， 他应该会试着下注，看能不能在这边偷得底池呢？9? No, better. Should have raised you in the fall. Very good hand.这一把牌，都是蛮有游戏性的价值。好，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100万的底池了。可是双方都没有击中。那在双方没有击中的情况下，在翻牌前做加注的一般是会拿下底池的。
那在 Open Research Check 两次之后，我相信 Pofa 这边是有一个可以偷鸡的一个机会啊。如果他是 S High， 我觉得可能会 check。我觉得这个 K High 这边是一个可以试着偷鸡，不然到 River 之后很难可以拿下这个底池。好，我们这 Jason Kun 在这边选择了一个底池的 bluff 偷鸡。那我们的 Pofar 这边没办法跟了，这只有 K High 而已。啊，我们现在看见 Jason Kun 暂时他是以3-1的前注量领先了 Pofar。啊，我们的前注是100,000积分牌，大盲是200,000。那第一名是2230万港币，第二名是1590万港币。啊，这个翻牌，我们看一下，这里是圈勾七，两张黑桃的面，这边 Queen 它是可以买花。那转牌来个 K， 那在两位玩家在翻牌都有过牌，那这里出来一张 K， Pofa 在考虑要不要下注。那 Jason Kun 这边有一个八海的一个 flush draw， 他要不要试着这边看能不能直接偷下底池？那目前感觉 Jason Kun 的筹码越来越多，有点压制对手的感觉。杰森坤一个勾六，好，选择要来偷一下底池，结果 Pofa 这边是在埋伏他的 S King， 所以我猜应该是会直接 Limp Race All In 了。Trappy.
达和你一般就是打单挑，你最久打过几多少时间？我打过没有很久耶，我单挑大概都打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就打完。那不错。可能是因为你我打的单挑，因为我只有赢过一次主赛事，那大部分的单挑可能都不是像主赛事筹码这么多，就是筹码量都比较少。对。我觉得如果这个比赛荣誉越高，我会单挑时间打得越久。第一次的红龙杯主赛单挑我是打了四个小时，第二次是打了六个小时。是太久了吧，哇，那不就打到凌晨。对，因为本身你要打分就很 Ten Sub 就很久，然后再打六个小时。对，然后我是忘记一天都没有吃饭，对，打到凌晨两点结束，就是 focus。 对，今年的红龙杯有规划出来了吗？啊，暂时还没有。上次办的是在这里蓝顶，对，济州岛，是十二月份的时候。那这边我们看见 Paul Farr 在这个面上中了中队，然后呢 ，Jason Kuhn 是两张高牌。现在感觉 Jason Kuhn 的优势好像稍微明显一点。可是我蛮希望 Paul Farr 赢的，想看他拿冠军。其实这很有机会的，如果什么跑赢个两把，可能就逆转。啊，这里两位玩家都首次可以打翻牌后的牌。那这边呢，经过 Paul Farr 翻牌前的跟注 ，Kuhn 这里加注为70万的积分牌。啊 ，Farr 他弃牌了。Yeah, it's what? Oh, I wish you should have A7. Too bad. 在这被加注的情况下，福尔也知道 A7 已经不是很强的牌了。Yeah, 70 anties. Fold. Maybe should have called at hand. 2.5. What hand? Your queen 9. I think you have to call. Because queen 10, king 10 suited, you might raise pre. So 9 more. I don't know. You're picking on me so much, I might just limp him. Yeah. 我看见这边 Paul Farr 他还在想上次他三条勾对着 Kuhn 的圈九的牌。那我们作为牌手们，我们都会知道，有时候 一副牌会让你纠结很久，有可能梦里睡觉的时候都会梦见。对。对，像我记得昨天，然后王是
梦到进入一个比赛 day two， 然后我一醒啊，完蛋，我怎么在济州岛？我打 day two， 就一时间转不过来，因为有时候真的牌打太多，连睡觉做梦都是在打牌。I have a straight flush go。我会有时候因为在各国，特别是就是住不同的旅馆，时间多了，有时候会一下子晚上惊醒，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对，在世界的那个，对，忘记自己在哪里，对不对？对，因为有时候你知道你那个床什么都是你习惯的，你到不习惯的地方，你会感觉就是晚上会睡不好。那这里我们看见 Paul Foy， 他拿到了一对圈，然后呢 Kuhn 选择用勾七同花的牌做了个跟注。那这里 Foy 加注到60万的积分牌。No， next time， Queen Queen， oh yeah， yeah， first big pair I have today， I had a suited hand too。那如果在这个阶段如果有圈圈跟 AK 撞上的话，他们这里是积分牌都会到底池里去发牌前。小苏联了。哦，蒂摩蒂吗？阿坦打比赛。蒂摩蒂，你三个打字先咯。我叫到阿哥睇边个，睇下边个。那吕学亮穿的一双 Jordan 的拖鞋，很轻松的过来寒暄一下。这 Jordan 还卖拖鞋吗？有吗？攞一票嘛，你都唔理边个。What cash game? Teacher want to play cash game. After we finish with it. Okay. So, some players already left. Play deep or shallow? They play three six or three four. Deep. Okay.那这边 Queen 一对六选择跟住进来 Paul Foy K7 过牌。那发出来圈圈八，六六这边胜率还是稍微落后。 Pocket pair 7-7 Ace, ace. This is our players asking, how are the Derby of Poker tournament in Australia? Why are they not? That's probably also because some contracts with gambling contracts are up, so they haven't been held. But I believe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a chance to continue to play poker in Australia. Better to get good hands in position. Yeah, of course.有听说六月份有可能在澳门会有比赛举办，暂时还没有办法确认，如果有任何消息的话会让大家知道。Gonna shove next time. A7. Okay, pretty.抽緊六個人咯，check。杰森坤有一個不錯的起手牌。那我覺得杰森坤依他的習慣，應該會 check 埋伏一手。好，我猜錯了。选择下注20万。哎呦，这边我们
的 profile 选择一个 check raise 到50万。所以 Jason Quinn 是不是我们都猜他要 check， 所以他 bet， 所以老板跟我猜的是一样，所以觉得他没有 jack， 所以这边做一个 check raise。对 ，Jason Quinn 他打的就是跟你会猜的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他会就是让你猜不透他到底手持的是什么样的牌，也是为什么他这几年成绩啊。非常好的一位玩家，而且他的长牌也打得很好。因为他们都会说，如果你跟大家打的一样的话，就没有优势。所以这扑克，看谁先发明出来，就是更新更好的技术。好，收下底子。那我们看见这边 Pofa 是 K8， 然后呢 Queen 是 K 勾的牌。啊，这边发出来 ，Jason Kuhn 他是拿到了顶对，但是 Pofa 选择再买顺的机会，他下注了30万的积分牌。那这个转牌给 Jason Kuhn 带来了顶两对，然后呢 ，Paul 在这边也中了顶对。那这边 Pofa 选择了过牌，那这边 Jason 他也继续选择过牌，那河牌出了个圈，在这里任何 A 或者9可以成顺。那我们看前面 Pofa 有在河牌做了几次不错的下注，可以拿下了底池，但是呢，在这个面上，不知道他会不会做同样的动作。Check. 过牌。那这边 Jason Kuhn 很高兴的看见他的 K 勾。赢下了底池。哎呀，是 baby 吧？嗯。I don't know about that. Nine cannot fold. Nine definitely not fold, yeah. But my hand probably doesn't fold either. Yeah. They expect you to have such a strong hand. Mm-hmm.
Yeah, pretty hand. King Jack spades? It is pretty hand. Jason Kuhn 有 Pocket Six， 我相信他在有位置的状况之下，应该会选择下注来保护自己的六六，避免被叠掉。然后我又猜错了。我在想他的策略到底是怎么样。这边剖腹没有开牌的价值，选择下注了一个20万。现在唯一能确定的是，如果你开不了牌是 high card 的话，就一定要 bet。单挑，我们这里是，然后呢，翻牌后这边 pull flop 马上中了顺子，而 Jason Kuhn 他拿到了顶对，下注30万的积分牌。pull flop 这边应该会选择一个 slow play， 在没有买花的结构上，哎，这张 ace 实在不想看到的牌。因为这样子的话，他的 Q9 就没办法隐藏。啊，这边 Kuhn 他继续下注，然后 Four All In， 直接 All In， 顺利拿下了底池。啊，输一百三百多万，妈！哦，不扣啊，五路扣不扣？有皮蛋死哦，给死，打太大了哈。对。那他还在想，不打了，不打了。刚才那个圈九，对，跟一对勾的牌。No, this is not a good hand. Yeah, it's okay. I'll take it. 那这边 Jason Kuhn 拿到 A7 同花的牌，跟住了20万的积分牌。那我们看着这边 Pull Flop， 就算有位置的优势，但是他手持的是16杂花的牌果牌。
啊，转牌带了个9，翻牌是两位玩家都有过牌。啊，这里再次两位玩家过牌。啊，这河牌 Queen 继续过牌。啊，我发这边选择下注。You always have an 8. Dang it. Ayyah, 4! Ayy. 终于被抓了一次了。300, 200, 600 works. Yeah, for sure. Oh, get on. Queen 意思说你打了太小了一点。如果打了个60万的积分牌，我不能够跟你的。那看杰波发在这边下注的是20万的积分牌，也是底气的一半。这里发跟注20万积分牌 ，Queen 过牌。这个80还在 preflop 的胜率是比 A6 off 高的。那这边 preflop 继续下注，他是拿了顶对 A。那我们这里看见 Queen， 他是选择加注到70万的积分牌。是用底对加注到70万。啊，确实 ，top pair 大概对，确实让对方的 top pair 吃掉了。就是会把他的牌讲出来 ，X6。那当然，在这个面上 ，A6 不能经起任何的压力。而且没有成长的空间，在没位置的状况之下是很难跟住。Queen 有一个稍微比较大一点的 Broadway， 还是没有选择加注。像如果长牌这个 KJ 跟77，很有可能 Prefab 就 all in 了。对。那这边我们看见 Pofa， 他现在前注还有56个。Jason Queen 扣了一个 two over card。在这边中了一个顺子，我觉得他这顺子其实藏得蛮深的，我觉得做一个 check 是蛮不错的。当然下注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可是因为我觉得他的77可以埋伏 Jason Queen 一些牌，
那在这里没有开牌假日的情况下 ，Jason Kuhn 会他选择下注了80万的积分牌。Really？ 靠，挺矮。那这里富娃做了一个 call。啊 ，float， 哎呀 ，maybe king good。那这个河牌过牌的非常 nice。嗯，多赢了。嗯，得到了很多的价值。那这边 ，Jason Kuhn 暂时前注171个 ，Paul Fua 是72个。我们前注还是10万、20万。应该感觉又快要升满了。Seems the time pass very slow. Yeah, it does because you play so many hands. Ah, yeah. Yeah. And then while many handed, you're waiting there. And then, pass. Yeah. Waiting level. Then, yeah.那他们觉得这单挑时间过得很慢。I play so little and so. 那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觉得这时间过得很慢呢？ Position two, Queen six, Jack six, seven six. 其实跟我们猜想不太，因为觉得短牌会容易中啊，或干嘛，其实大家会打比较凶。嗯。就发现其实整个 hands up 的节奏其实没有这么多的 action. How it works? Knockout.Yeah, like a tournament. Exactly. Yeah, yeah. Go final. Exactly. 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都有，都很容易中牌，所以大家都很小心。对。所以在长牌里面，大家都很不中牌，就大家都很不相信，所以就反而会打得比较凶一点。特别是翻牌后，就是打得会比较激进。Six. Keep giving them sixes. Once in a while.哦，期待已久的对决。我们说到，如果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见圈圈跟 AK 的话，这应该是翻牌前都打 all in 的。All in， call。那来个 all in call。哎 ，off to the races。好，我们现在终于看到一个 all in。妈妈咪呀，哎。那 AK 对到 QQ。Hey, good luck, good luck. Come on, ladies. Come on, my king. 、Give me two aces on the flop to be safe.